有谁丑那个有谁笑啊，谁丑谁笑谁知道，第一个村里的百家姓啊，百姓都走一条道，百姓都走一条道，你丑也好你笑也好，啥日都得烧鞭刀啊，舒心的日子咱舒心的过呀，别为自己找烦恼，不信你就走着瞧，不信你就走着瞧。大黄，玩游戏呢？啊，行啊，连闯四关了。你也会啊？这样当然了，我还是高手呢。哎呀，快发射！哎，快跑，快跑，我来了！还，哎，你，快快走，快走，你那边走。快点，快点，这个，哎呀，哎呀，这个，这个。干啥呀？你看我忙着呢吗？快来，快来！你看我正做菜呢，干啥玩意儿呢？快快快！干啥呀？你快来！干啥拉拉扯扯的呀？无形在这干啥呢？还看多不好是吧？你看你接着说，那大白天我还能干啥呢？你说，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啥呀？你说无形这姑娘要跟咱家大鹏，你说咋样？我还挺好。是啊，嗯，无情孩子勤俭，还有眼力劲儿，可他跟雅芳比吧，就差那么一点。差啥呀？要我看说不差。那是不差，可他爸是个农民。你看看你这人啥呀？我跟你说，谁不是农民呢？你不是农民呐。再一个，咱们啊是找的儿媳妇，对不对？人家姑娘好就行呗，是不是？他爸要是秦木匠啊，那更好了。你这个败家娘们，你这，你咋老提那个木匠呢？长得一样。你不能忘了你啊！行了，别吃醋了。无情的大鹏啊，我同意。孩子也不知道同不同意。我跟你说，咱俩同意那就好办。咋办呢？捏过，能行吗？怎么不行？这事我说能办就能办，我说话你还不信？吹牛吧，就那样。谁孩子来？嗯，婶儿，你做的菜可真好吃。好吃吧？嗯，好吃，婶儿天天给你做啊。那你就天天过来吃啊。那我告诉你，得交伙食费啊。行啊，那你就在我工资里扣吧。这孩子咋说话呢？多个人多剩份，也不费啥劲儿，是吧，老伴？嗯，那玩意儿嘛。你咋不吃呢？这鸡蛋多好吃啊！哎，你别给我夹这个呀！我家养鸡庄稼户，我吃好几年了，你这是吃腻歪了都。哎，妈，你看着。我看了，就是把你烧的。我婶儿做的饭菜啊，我天天吃都不带腻的。吹那孩子，你说咋？孩子，那你就天天过来吃。这人多吃饭吧，它香。嗯，那你把咱全村人叫来搁这吃，那更香。你看你这还说话，抬杠呢。都来吃不吃穷了，谁到了？喂，小宝啊，啊，你回来了？啊，我在大鹏家吃饭呢。啊啊，行，行，我这就回去。嗯，你等着我啊。哎，好嘞。咋的了？没事，小宝从市里回来了，让我把货入库。啊，那你快去吧。啊，行，叔婶儿，那我先走了啊。哎，忙啥的呀？吃完了走来。哎，吃饱了。干啥呀？你送送爷爷。送啥？这天天见面，你孩子爷不懂事，我送你。不用送，不用送，没事，叔，那我走了啊。哎哎哎，行了。哎，小宝来啊。哎，肯定来。咋的？晚上还来呀？这好事还不撂筷了呢你。Thank you.
总，来屋里请吧。请请。慢点着，快点的，那些菜单赶紧给我下菜。这么些菜呢？几个人吃啊？俩人吃咋的呀？俩人能吃了这么些菜吗？整个四个五个够吃就行了呗。给你管那么多事干啥呀？让你去做你就做得了，快点的，知道啥呀你？这娘们要做啥妖这是？我先说两句行吗？你先来。非常感谢韩总能在百忙之中光临我的小店。老板娘，你这话一出来我就觉得有点是套。我韩总在忙，老板娘只要一句话，我肯定得过来捧场。谢谢谢谢，非常感谢韩总啊！说句心里话，过去呀，你没少赞助我们，而且呢，还是我们的回头客。我呢，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之情吧，我也不会说别的，我先干了这杯，敬你韩总一杯，行不行？好。哎呀哎呀呀！怎么样？太好了，一滴没剩，实在。实在女中豪杰呀，老板娘。韩总，你可别夸我了，啥女中豪杰呀？一夸我就喝醉了。为啥呀？我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呗。哎呀，我看你是自我陶醉吧。你希望我喝多是不是？你喝多了不就能吐真言了吗？净在开玩笑，你好像我啥时候说过假话似的。我的这意思就是，老板娘，你平白无故为啥要请我吃饭呢？你一定得跟我说实话。行，趁我没喝醉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实话。哎，别介，咱先别着急，先把酒喝了再说。还喝？那可不，我喝多了我就说酒话了。那行，说吧。哎呀，韩总，这段时间吧，我家的生意特别的冷清，你们呢都不来了，不少的老回头客也都不来了，真的不知道为啥。哎呀，你说是我家的饭菜做的不可口啊，还是服务不到位？我想听韩总你跟我说句实话。实话呀，当然了。可是这实话呀，他有的时候没有假话听着舒服。韩总，虽然说我白玉兰没啥文化，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苦口良药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你说我这么大人，好赖话我能听不懂吗？哎，再说了，我为了我饭店的发展，为了我的未来，我真的想听到韩总跟我说一句真话，真的。丫丫，来来，这是小张。不用婶儿，我来吧。给婶儿吧，别累着啊。累不着啊，在家我虽然不会做饭呢，可这刷碗的活我都全包了。我来，婶来吧。去陪陪大鹏去，过去吧。大鹏这两天啊心情刚好点，过去吧啊。行，那我进屋了。婶儿去吧。婶儿，谢谢你做的晚饭。谢啥呀，你来了事都高兴啊。去吧。行。这孩子，我也大鹏干嘛呢？嗯，还玩游戏呢？聊天。就一个网友还在这聊，你太笨了你。这我还强忙活呢。也是，就你这样的一个能聊明白就不错了。哎，谁呀？对，好像是雅芳。芳草萋萋是他吗？芳草萋萋。哎，你跟他视频一下就知道了。视频啊？啥玩意儿视频？不懂啊。视频就是互相都能看见对方。真的啊？对呀。那看看呗，快点。咋整？不会啊。怎么看？哎呀，起来笨样。
哎，过来了，师傅过来。对，他发了吧？来，你来，一会儿就过来了。是吗？嗯，能看见我吗？他看不见，咱们有摄像头才能看见他啊。嗯，能看见。过来了，过来了，接。来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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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老太太吗？这不，这样的你也能跟他聊啊？我都聊一个多月了。笑啥呀？别笑，赶紧关了我！你这吓死我！快快，韩总，哎，再走一个，还走一个？必须的嘛！干了，干了，好，来，哎。我看今天你是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了，是不？大妹子，我，你能不能跟哥说一句实话？你说。我就想问你啊，咱们这个农家乐是不是你们两口子共同经营的主题店？是啊，但是我家那个只负责后厨。好，我再问你。这夫妻店这经营听你俩谁的呀？听我的，必须听我的，那是我说了算，小事才说了算。嗯，好，我再问最后一个，就是你老头在外边干点啥事儿，你知不知道？没有啥不知道的。哎，是不是他饭菜做的不好吃？再不就做啥手脚了，不够亮，是不是？跟这个一点关系没有。你老头做菜相当好吃，量也够。哎呀，就是，哎，咋的呀？就是咋的呀？韩秋，你说呀。嗯。韩秋，哎，我觉得吧，你有啥话你就直说。真的，你看我实在不？我还干了。大妹子，其实也没啥事儿，是这么回事。韩总，嗯，喝的还行、啊。你这菜的味道怎么样？这个不错，不错，挺好。没事，老弟，啥你就直说。没事，你要做的不好，你就告诉我，我重做。你这话说的，大哥。菜味老好了，那个我非常感谢大哥大嫂对我的盛情款待。这么的，这时间也不早了，我得早点回去了，好不好？再次感谢你们，谢谢。你再韩总，不是韩总，韩总，你不能走，韩总，韩总，你不能走。怎么了？你话还没说完呢，你不能走。我没啥说。你要走了，我心里不得劲儿。玉兰啊，你把话说明白，韩总。你喝多了，你看天也不早了，不有你啥事儿啊？你不上后厨忙活呀？你上一边去，我跟韩总说正事儿呢。哎，你说你没听过我唱歌的吗？没有。我给你唱个歌，你再走。今晚别走了，行不？哎呀，那我给你唱歌，你把话说明。行行行，玉兰，你去，你这都啥时候了？你看你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啊！你坐那，你坐那。啊、哦，我也坐。韩总啊，哎、不是别的意思，是我给你唱歌。你呀、啊，唱歌，行不行？那我就洗耳恭听了。行。我歌唱，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老好了，韩总哈，韩总、哎。小二姑娘，喜欢吗？买去了。嗯。哎，你看看那武晴和大鹏他俩干啥呢？我刚才去了，他俩没在一起。吴晴呢，给大鹏洗衣服呢。那大鹏呢？上电脑呢。哎，你说他俩有那意思没？吴晴这丫头吧，对大鹏有点意思。咱大鹏好像看不上人家。那不怕，是感情这玩意儿得培养，得慢慢的培养。就像咱俩当初似的，我还没看上你呢，结果咋样？你说啥呢？啊，是你没看上我，这也差不多，老贵。丫呀，
擦一下。茶水洗吧。不用，要洗完我告诉你，你问你家老爷们儿，你就啥都知道了。喝，谁让你喝？你咋还喝呢你啊？知道我今天为啥请韩总吗？咱家这么多天都没来客人了，我想问问他到底因为啥都不来了。你以为我真喝多了呢？你以为我真爱跟他唱歌吗？我为了啥呀？我呀，我不为了咱家饭店能活吗？为了咱这个家吗？行了，你怨我，我错了。还知道你错了呢？我再问你，我后头干些啥了？啥没干？你今天要不跟我说实话，咱俩就离婚。行了，跟你实话实说。那个客人走了，你不白送一苹果吗？我就背着你，偷着管人都要苹果钱了。啥？我管要苹果钱了。你管人要苹果钱了，大马勺，这事儿办的，你真行。再要苹果钱，我天打雷劈，行不？你就原谅我就行啊。天都这么亮，进屋吧，行不？
大马生，你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啊？你挺大个老爷们儿，气势高的男子汉，你咋净干那抠里抠搜、小里小气的事儿呢？我呀，不是小气，我不就是心疼我那苹果吗？你心疼你的苹果，那你就不心疼我呗？我一天我图的啥呀我呀？我起早贪黑，忙里忙外，我累个半死我，好不容易把这餐厅弄活了，有回头客了。你说你这么一整，谁还上咱家来呀？我那苹果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说你都白白给我送人呢？我那是白送人了吗？我给谁了？人家都是咱的衣食父母，是咱的顾客，都上咱家来吃饭来了，都是咱回头客，你知道不？我知道，都是给咱送钱的。你知道你还那么办？你话说的可明白了，就不办人事儿你。再者说了，给点苹果咱也不赔。你说人家多来两回，多点俩菜，多要两瓶啤酒，咱搁哪钱出不来呀？没，咱这苹果你说也不能白给的，咱就少要点还不行啊？行了行了，我看你也听不懂人话，我不跟你俩说了。你不心疼你的苹果吗？从今天开始，你就搂着苹果睡，你就跟苹果过日子吧啊！门呐外呀，问一声情郎哥哥，你把那头来抬呀！哎，吴强，咋的了？吴强，没咋的，没咋的，没咋的，那脸心念头大脑子呀？昨晚上上刘大鹏家了？嗯。哎，不是我说你啊。就哪回你上刘大鹏家回来，我看你那脸呢，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说啥呢你？谁像霜打茄子？你才像呢，你才是霜打茄子。不让你再说，不让你再说。别好好干你的活儿。哎哎，你这净，净跟我来劲，就跟我能耐。哎，刘大鹏又没给你好脸儿？才没有呢，我每次去啊，大鹏都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的。嘿嘿嘿。这玩意美，笑脸相迎，嗯，笑脸相送，对呀。那你咋还愁眉苦脸的呢？你得笑啊。谁说我愁眉苦脸的呢？我哪儿没笑啊？大鹏对我那么好，我能不笑吗？这是笑啊，这是笑吗？比哭还难看。送情郎啊，送送你。哎，不行，你滚一边去！别哭啊！我呀，你滚！别哭，别哭！我给你整哭了，我能不管你吗？你这一天怎么不时闹呢？别哭！我就不要你管！哎哎哎哎哎！行行行，别哭，别哭！这么的，我给你想个招，我保准让刘大鹏喜欢你。真的？我多哪骗过你呀？那你说吧。你想知道啊？嗯。你想知道吗？嗯。真的想知道吗？真的。我心底一个小秘密，我就不告诉你。滚一边去吧你！闹玩呢，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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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告诉你吗？我这招保证好使，你过来过来。
片。雅芳来了。婶儿，是我吴晴。哎呀，可不行闺女啊。这婶儿啊岁数大了。哎呀这眼神啊都不好使了。别挑理啊。没事我能挑你吗？大鹏呢？大鹏没在家呀。上哪儿了？跟你叔给主任家呢。啊。婶儿包饺子正好吃饺子吧啊。行那婶儿我帮你做吧。我来吧。哎呀我来吧我来吧。等谁埋汰这孩子。待着待着没事给我吧。给埋汰了。给我。哎呀我这个病啊是老房子着火没救了。姨夫。那病都这么重了别搁家等着了赶紧上医院呗。上医院医院都不留我了这是在家等死吧这是。哎呀姐夫你别这么说。据我这些日子啊对你的观察你说怎么瞅你也不像有病的人。是。哎呀一手啊你就是会说话。你说这病长在里边你在外面能看见呢。啊、嗯。行了你们也别操心了。我自己的病什么样我自己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就说吧。啊姨夫我又写了一份这个竞选报告。嗯比上次写的全面点我就不给你念了。我怕你念了完了你又犯恨。哦你看还行这孩子哈。嗯我看看。嗯姐夫大鹏是怎么想的呢这个你这身体呀、啊、挺不好的。大鹏就想替你分担点工作。这孩子可有心计了一天天的琢磨。哎呀大鹏啊嗯你这报告里边怎么一点苹果的事都没提呢啊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梨花村呢是苹果产业村。这个苹果的产量和销售那是咱们村的头等大事。我提了那我爸妈不让我写。大鹏是提了老多想法了我寻思啥呢写太长了吧你看着困我就没让他写这点姨夫我这次写的时候比上回好多了我费老劲了哎呀我呀真有点困了这么的嗯哎呀妈呀你们俩呀等我睡一下一会儿你们再来吧啊、哦、嗯大鹏大鹏你看你这孩子呢大鹏哎呀呀你看你咋不打个招呼就走呢你打啥招呼呢眼瞅都要睡着了打招呼你看当初我就说要写苹果你非不让写吗你你看看你都不知道咋回事这孩子那全村的苹果那多少啊你能卖出去吗你啊那是硬件你啥软件硬件要我说呀你就别碰硬了我就得碰你碰你碰不等于鸡蛋碰石头吗你啊我就碰你头破血流我也得碰啊要我不碰苹果还能碰着雅芳啊你那你上哪碰去你啊我回家呗回家再写一份卖苹果的报告咋是你呢？
干啥呀？大鹏，你跑啥呀？我都搂错人了，还不跑干啥呀？大鹏，难道你真不明白我的心吗？我喜欢你。你别的，你别喜欢我呀。那我心里有谁，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知道，可是没办法，我就是喜欢你。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没感觉，不喜欢我，但是无所谓，感情是在于慢慢培养的嘛。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你会喜欢上我的。哎呀，无情，你无所谓，我有所谓呀，你这不多余吗？我觉得一点也不多余。那是你觉得，你的事儿。大鹏，大鹏，服务员呢？服务员，哎，来了，大鹏哥，今天几个人啊？没看见呢，还有别人吗？那来点啥呀？你给我来瓶啤酒。哎，好嘞，随便整俩菜啊。等会儿，你先把啤酒给我拿来。啊。起开不？不起，买它干啥呀？起开。好嘞，慢慢喝啊。菜快点啊。好嘞。让你整菜。服务员。哎，来了。再来一瓶。好嘞。干啥呢？没事，心热，凉不凉？哎，不行，别走啊！不行，不行，别走！咋的了你？慢点儿。不行，听我说。说什么呀？你还想对我说什么？还说不喜欢我吗？你不喜欢我，追着我干什么呀？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就不多余吗？不用管我，去找你的雅芳吧。我不用你管。刚才你是不是上大鹏家去了？我那招没好使。
不行，要我说这事儿算了。你说你对他那么好有必要吗？大鹏那小子一天心里就想着雅芳，你对他那么好，他也没啥结果，他也不值得呀。那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那两条腿人那不有的是，不行咱就换一个呗。没事，你就上这儿待着去，别在这看事儿。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那行，我来，你接我。哎呀，不用接，我来。要这么的吧，晚上我请你吃顿饭，然后咱俩好好聊聊，看你心情挺不好的。谢了，我不需要，我现在就想多干活，把自己累懵了，就啥也不想了。哎呀，我把你累这样，等着，我给你拿条毛巾去，好好擦擦脸。哎呀。来，给我。哎呀！哎，好嘞，小高，你下来，来，这么多人还用你干吗？来，没事，伯父，我锻炼，锻炼，来，你们上去换了一下。来，小高，哎，下，没事，这点机会都不给我啊！下，哎呀，谢谢伯父啊！哎呀，谢啥，小高，这来谢谢你呢。你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把我的品牌打入南方的市场，这在以前呢你说我连想都不敢想。嗨，伯父你太客气了，关键是你这地板质量好，价格也公道，这批货要是销售得快的话，下一步咱们就可以大批量的出货了。真的？那太好了，那叫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再投点钱把我这些设备我更新一下子，那不更好了吗？对呀，高投入才有高产出，高回报嘛！太好了，走，吃点饭去。哎，不用，伯父，我那就回去了。哎，你客气啥呀？吃点家常便饭。真不用，一会儿雅芳你去。好，走吧。那好。走。哎，敲门就进来了。你自己说把门给你开好啊。你说要不以后怎么上你家来呀、啊？别生气了啊！哎呀，爸，你对人大鹏那么凶干嘛？你说这是我对他凶吗？不敲门，咣当就闯进来了。哎呀，好了，这一点素质没有。别生气了。往后这样人呢，你少搭着点。你俩接着玩吧，唱吧，接着唱。伯父，我们不唱了。再不我们回去吧。
事儿啊，整点啥别说自己花钱啊，吃点这就挺好了，先生。吃饭的时候酒啥少喝点儿，没多喝，一顿餐就一两酒。哎呀，本来身体就不好，那酒那玩意儿就别喝了。你这腌整点好的。哎呀，行啊，这就老号就行了就。这抽一辈子去。哎，我都挣钱了，你别舍不得花钱。行，有事。谁？哎，没这么闹的啊。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就是摔残了，也是你的残废。所以我们今天来是想集体辞职的，请您能够谅解。你不同意，我的公司我转型管你啥事儿？我再不凑热闹，公司就没了。你问问他，他要把公司兑出去干啥？他要干啥？啥？你快过来一趟吧，大鹏提个告示，要跟你脱离父子关系了。谁跟你说的？